接下来透过镜头带您来欣赏屏科大时尚设计系毕业展。屏东科技大学时尚设计与管理系举办第16届毕业展，十字路口包括动态设计一共150多套服装作品，静态设计一共120多件，同学们也带来精彩的服装走秀、创意的时尚作品，展现同学们丰富的学习成果。那他们这个毕展现在是终于结束，快要结束。那每一位同学基本上毕展的形态有动态跟静态，那分两组，一位同学大概要做六套衣服，那静态也是一样会有陈列，等一下你们会有看到哈。那时间上这样子做起来大概花了他们其实蛮长的时间，因为从构思到创作到制作，做不好的话会全部打掉再重做，所以终于好不容易呈现出来。那现在的今天的那个记者会只看到两套，那大家拭目以待。从小就很喜欢粉红色，然后就觉得说其实爱啊，就无论是恋爱或是友情、亲情、爱情，其实就是都跟我们息息相关，是从小到大都是就是在这个粉红的氛围下长大，所以就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的毕展。实录这两个字的意义也代表现阶段第16届的毕业同学，为了表达将面临各自在人生不同的选择道路上走上不同的十字路口，坚持自己的理念与努力勇往直前向前迈进。时方新闻郭玉文、许建义屏东采访报道。